请主持人赵串。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莎娜老师，欢迎。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下面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为什么你总是把所有的事都藏在心里不跟我交流，然后憋出大问题你再爆发出来？如果不是你脾气那么大，一点也不懂得让着我，我也不会总和你闹别扭。对我来说，冷战还不如大吵一架。我发脾气的时候都是被你给逼的。你当初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现在却总是挑我毛病。我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你却不能完成对我的承诺。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唐先生27岁，来自辽宁销售。邓女士25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小片看到了一些冲突是吧，怎么认识的，大老远的啊？我们俩是通过一次朋友介绍的。哦，在哪个城市啊？在大连。对，您当时在大连是吧？对。啊，现在在哪儿生活呀？现在也在大连。对。啊，认识多久了？2年多了。处对象处了多久了？1年多。1年半吧。现在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呢？就他这个性格就比较内向，就有时候有什么问题就不跟你交流啊，然后一点点攒就爆发出来，就让我有点受不了。哦，对，你是受不了他的性格是吧？对，好像就是什么事必须得让我去理解他，去了解他。比如说呢？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叫外卖嘛，我就问他你想吃点什么，然后他就说你看着点吧。啊，我也就随便点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去拿外卖，外卖回来了就好像有点不顺心那种感觉，就吃了两口就直接掉眼泪跑出去了。我为什么这样呀？为什么？因为他点的全都是我不爱吃的。他本来就知道我不爱吃油腻的，喜欢吃蔬菜一类的。那你当时你跟我说一下也行，那你不至于应该说你说这个不好吃，或者我们再订一份。我觉得我们在一起2年多，我觉得你足够了解我，我觉得你知道。所以说就你这点我受不了，遇到什么事就不跟你沟通。我问问啊，他喜欢吃什么？清淡的蔬菜什么东西。哦，他喜欢穿衣服的颜色靠什么色系？一般也是也比较清新的那种，对吗？对的。哦，喜欢用什么色系的口红？粉红的，对吗？不是。啊，特别淡的那一种。去看看看看看，这发型更喜欢哪一种？就像现在这种，是吗？哎，还算了解吗？所以你说，你看你稍微上点心不就得了吗？点外卖，你知道他喜欢吃清淡的。但是在我感觉我感觉这点小事也不至于。我觉得两个人需要沟通，然后我就出去找他吧。啊，找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啊，然后回来就让我说我哪里错了，我说不出来，他还是在那块就是不理我。你难道不知道吗？每回一犯错误都要我提醒你，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啊？跟你在一起。还有就是去年吗？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对吧？他知道你想什么，这也有可能。你哎呀，还有吗？主持人，就是去年嘛，我们俩人不是定好回我家吗？啊，然后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比较内向。嗯，因为我去之前我跟他说好了，我说也不用你干什么，家里来亲戚就打个招呼就可以。可他呢，表现得很尴尬那种。这什么叫很尴尬？就是不太会说话，不说话，见人打招呼扭扭捏捏的。我本来性格就内向呀，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去别人家，而且大过年的嘛，人特别多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共同话语，然后场面就是特别尴尬。也不用你去说什么，你就见人打招呼，我给你介绍人，最起码知道你是谁，对不对？那你也不被我圆下场，我就一个人在那块儿。
你明明也知道我不爱说话。这怎么了？我场面就特别尴尬，那个时候。就有多尴尬呀？就是尴尬的，就是大眼瞪小眼那种感觉。那有啥呀？可是我心里。然后我也教他了，我就让你去怎么说，我也教他了，他就是表现不出来那种。不是你要他表现出哪种啊？这姑娘也不是你家新媳妇儿，这羞涩很正常嘛。就起码大大方方的啊，打上比如说你好。对对对，比如说现在赵大爷来你家了啊，你得把他介绍给我，对吧？啊，比如说，然后你让打招呼，我看他怎么打来。你也挺扭捏的吧，对吧？来，这个是咱们邻居的赵大爷啊，就是，对他就这样，然后就不太好意思说。那这也没什么吧？那你不能说我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哦，你是希望他说，哎，赵大爷好，是这意思吧？对。行，明白了。然后私底下呢，怎么解决呢？因为租房子是出了一点问题啊，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再三交流了，就确定今天要回去，结果就食言了，我也是被放鸽子了，然后那天就没回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再回我家住一晚上吧，啊，当时那种情绪就不对劲，转头就一头扎进超市里面了。我本来在你家就觉得挺委屈的了。不是你在他家委屈什么呀？就是因为就是在他家嘛，然后本来我不爱说话嘛，明明好不容易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都到那个地铁站了，他突然来一句说我们回去吧，那我心咯噔一下，我当时真的是心里有点难受。我爸我妈对你挺好的呀。对，我知道挺好的。喜欢吃清淡的，喜欢吃什么给你做什么。但是我这个性格就是慢热性的，慢慢来的，你突然让我一下这么，我真的是，那你当时可以跟我交流啊。你说我们出去找个酒店或者怎么样，然后一头就扎进超市啊，扎进去怎么问怎么不说啊？那我当时来气了呀，就是很生气呀。那你当时怎么做的？特别气人的一句，他就是说你不准你死在这块儿吧。我当时就是听得特别难受。哦哟。然后我就立马就冲了出去嘛。冲出去干嘛？因为当时就是老子，我当时那个是气话，就是问什么也不说，我就说我那意思就是，我说你要再不走，你就死在这块吧。那你没有站到我的角度上吗？然后他也不管有没有车，车多不多，就直接跑出去，幸好我及时给拉了回来。姑娘，以后别这么干啊。当时特别的生气嘛，老子也就是听明白，没想那么多。就是还是个火爆姑娘啊，就是他以前的工作是主播嘛，网络主播啊，接触一般都是异性嘛，平常那聊天。我看到就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那个男的找他聊天啊，就比如小可爱啊，我觉得这样很正常啊，网络上现在都是流行这些词语的，流行，但是我作为你的男朋友，那你呢？你是怎么做的？你直接每回在我直播打游戏的时候，你直接给我把电脑插座给拔了，害了我还要去给粉丝道歉，还有你也特别爱看美女主播，一天不离手，不是手机傻笑，他还刷礼物最可恨。哦，我当时看见特别来气。给你刷过吗？他没给我刷过，为什么不给我刷？没，那时候因为那个主播长得也确实挺好看的，但是小贼他游戏玩的也挺好的。您是游戏方面说话方面对游戏主播，就除了打游戏，就感觉他直播的时候说那些话，我感觉我特爱听。不是特爱听，就说到你心坎里了，特别对那种。就是嘛，说到你心坎里了嘛。那你呢？还有微信的事儿，微信他每天都神神秘秘的，信息他也不给我看啊，总是悄悄的删掉。尤其是他跟他妈妈的聊天，有次你看他跟他妈的聊天干嘛呀？不是，因为他刚好在我旁边嘛，然后聊得可长一段了，然后我就特别纳闷，这母子之间聊，我想看他不给我看，我以为他们在说我坏话。就不能说好话吗？哎呀，那时候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爸出了点事故，完了我妈就因此这个事就特别担心，那时候也是涉及到一些债务问题，我们俩现在毕竟也没结婚，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去跟。
欠了，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那我反正就是觉得。那你呢？你直接把我扔在那块，自己就走了。那我就是觉得你心里没有我，所以说我才会发这么大脾气。嗯。你就是强词夺理，还有就是生活中各种小事儿，就比如说我手机刚在这里充电嘛，不到五分钟他就给我拔了，然后充他自己的。哦。我手机也正常没有电了嘛。啊。所以说，想也没想就直接拔了。他那个手机充电也快。那最后我是不是让着你了？还有空调的事儿，因为空调的事儿我们都吵了很多很多，天天都在吵，因为他比较怕热，我比较怕冷嘛。啊，然后就因为这个小事儿吵，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大度。不是，那你说主持人，大夏天三四十度，我热了，我中午回来开会空调，我开了几分钟就让我把空调给关了。那是几分钟吗？我鸡皮疙瘩都起了。那你可以穿件衣服啊，对不对？谁大热天穿两件啊？那你不是冷吗？你不是怕冷，我不是怕热吗？那你不是让着一下我吗？我体格这么大，你体格这么小，我热，我开空调，我觉得可以的呀。我就是觉得你不大气。那实在不行，你可以躺在被子里啊。谁大白天的天天往床上蹲呀？这小情侣啊，挺有意思啊。现在也解决不了吧？这问题能解决吗？不能，天天都吵。啊，你最不满意他的是什么？就是性格特别内向。性格内向。不管任何一件小事或者大事来讲。就不想跟你沟通。行，为什么不想跟他说呀？为什么跟那些粉丝说的特别好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毛病，你知道吗？哦，就是不想，就是当着面就面对面的就说，但是我喜欢用文字，就是打字，就是用手机这么发出来。哎，那你在这网上直播的时候，你不得跟你粉丝互动吗？互动的好吗？一般我发是比较少的那种，一般都是他们回复的我比较多。哦，所以他是你男朋友哎。未来有可能是你老公，但是我现在已经慢慢开始就是你觉得你在改变是吧？对，有恰恰是这小子有问题是吗？对，他脾气太大了，真的是。啊、然后那我脾气太大是因为什么？说什么事情从来就没有做到过？是不是因为女孩子把话说完？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信守承诺过。啊，啥事儿都没承诺过？对，比如说就比如说减肥嘛减肥，因为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要减肥。啊。因为他太懒惰了嘛，然后我就想亲自监督他减肥嘛，然后就给他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几乎每天都让他去健身房嘛，坚持了大概才一周吧，他就开始对我唠叨了，我就感觉他对这个健身就是挺抵触的，找各种理由，说什么感冒呀、生病了呀、发烧了呀，还有训练时受伤了呀，能说的理由他全说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慢慢来的，没有必要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健康。哎，你们俩认识多久？两年多了。两年多，当时你多重？当时180多吧。现在呢？现在胖了10多斤。对呀、啊，你不说这事是慢慢来的吗？是慢慢增肥还是慢慢减肥啊？对呀、啊，你小子。做的吗？他做的非常的过分啊！他偷偷的，就是出去就是夜跑的时候，然后自己偷偷在吃炸鸡、喝可乐，被我发现了。我偷偷跟出去才知道的。哦。每天回来锻炼，身上一点汗都没有。他为了点吃的，我觉得太没有出息了。那我上一天班累了，晚上你还给我整那些清淡，我能吃得下去吗？再说我这种体格，我本身就喜欢吃比较荤那些菜嘛。是你答应人家要减肥的不？对，是我答应。是你告诉人家是要去夜跑的不？对。那你干嘛去了？但我觉得，所以你的夜跑是炸鸡和啤酒是吗？强词夺理。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态度，还有饮料的事，就更可笑了，你知道吗？我当时看见又想笑又想哭的那种。啊。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经常把那个饮料倒在那个不透明的杯里面偷着喝。你说我当时看着我多难受，然后看着又想笑。啊。什么饮料那么
迷人。就是我比较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嘛，啊，就每次出去就会买一瓶回来，放在冰箱里，然后就趁他不注意会倒在。而且他还是，你知道他藏哪块吗？有次我开冰箱的时候发现了，他藏在西瓜的后面，我看不见的地方。突然那天我翻东西，翻着翻着突然看见后面有饮料。要不然咱跟他分了吧？不行。我在这里面关注几件事儿啊，一。为什么给那女主播刷那么多钱？自己的女朋友也是主播，为什么不关照一下？因为他这个也属于一份职业嘛，就感觉他挺对得起这份职业。我把这个钱上去，我感觉也算是那个什么吧。我就问你，为啥不给你女朋友刷？那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他本来游戏太菜了。明明就是你错了，还他总是这样。所以总是觉得他是对的，我就讨厌他这一点。所以其实你是认为他在主播行业，你女朋友的工作能力是差的，可以这么理解。好，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如果你去他们家的话，你能表现得比他在你们家更好吗？可以。真的吗？真的。那你去了吗？没去。干嘛不去啊？所以其实如果从勇气上来说，女生比你的勇气还要大，人家至少敢去，对不对？你敢都不敢。不是不敢，是因为平常上班工作比较忙。那不就是借口吗？你打心里尊重这女孩子？尊重。尊重她，她说一句话你怼十句。但是她就是有时候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是说在今天这个现场。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真的想跟她长久的在一起吗？真的想。想啥呀？她就是一个腼腆的，不爱跟人沟通和交流的，她就是一个让你猜的女人。你让她改这些东西，你改得了吗？她改不了，我改。啊？她改不了，我改。这不就跟那减肥一样吗？我答应你减肥，可是我越减体重越大。问女生几个问题，离不开这个男生吧？我有点舍不得，因为他是脾气那么大，越减越肥，到处欺骗。因为他的确现实生活中对我挺好的。哦，怎么对你好呢？反正什么事都挺包容我的嘛。啊。我懒得动的，他都会去做。啊。做的挺多的，就是生活中的那些小事情。挺宠你的。嗯，对。可是他脾气大呀。对，这个其实我一直都让他去改。他以后脾气会越来越大呀。想过。想啊。我觉得既然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尽量去融化他这个脾气吧。融得了吗？我觉得他真的爱我的话，应该是会我改变的。那他真的爱你吗？好多疑问哈，就是一段感情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本来都是一些小冲突小情绪，当小冲突小情绪完全被堆积在一起，把它摊下来谈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到处是问题，是吧？连自己都觉得害怕了，有没有？有，可是我们又很珍惜，那这个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张先生、邓女士，你们好啊！我刚才听到你们俩说因为那个充电器和空调的问题吵架，我就乐了。其实这种小事儿，你知道能代表什么吗？就是代表两个人其实在感情当中过多的想的都是自己。我们先来说邓女士哈，现在的女生经常会充当爱情当中的法官，什么意思呢？就是她时时刻刻都在寻找自己被爱着的证据。比如说今天下雨了，你有没有打着伞来单位接我？比如说点外卖，你有没有点我爱吃的菜？你有没有以我为中心？就是在这些一件件小事上，只要他这么做了，按照我的心意做了，那就证明他爱着我。但凡有一丁点他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做，那就证明你不爱我了。可是就这一件两件的小事儿，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可能那一天他想吃那个东西，就确实他想吃，然后你又正好说了一个随便，你看着点，他就以为哎，那是不是他今天可以随着我的口味吃一次呢？因为你没有清楚明白地告诉他什么是我要的，什么是我不要的，你光让他凭着爱你的一颗心去猜。有的时候男人挺笨的，他猜不明白，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到这样的人呢，我们就必须要逐一告诉他我要什么，我今天开心不开心，我哪里开心哪里不开心。比如说见父母的问题，你说了他没做或者他没理解，那是他的问题，但如果你不说，你就一直生闷气，不把这个问题摆出来的话，他永远意识不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你在感情当中的问题，就不要把小事儿放大，然后呢不要把什么都埋在心底，这是最忌讳的。你总觉得他能了解你，他特别懂你，他应该是全世界最懂你的人，怎么可能？爸妈都不一定那么懂你，让一个跟你才认识两年的男人那么懂你啊？不懂不代表不爱，但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去了解你，愿不愿意去懂你，这是一个过程。对男生来说的，我觉得为什么说你脾气大，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情绪放大，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你对于他的职业，在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还有他的性格，你是存在很大的看不起的成分。性格这方面你可能是没办法接受，职业能力是你觉得他不够好不够优秀，所以在你心中这样的一个评价的女人，你觉得能跟他过一辈子吗？这一时你能忍得了他的性格，但真正你心里面想要接触的，或者说想要跟你合拍的那个女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应该非常清楚。此时此刻你可能确实很爱他，但是你能保证一辈子这么包容他吗？就从他初次去你们家很害羞这件事就能看得出来，以后要面对的事儿更多，你能一如既往的包容吗？这一次你都包容不了，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想清楚想明白，看清楚自己要的，想明白对方要的很重要。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是相互不懂呢还是不合适呢？我觉得是不合适吧，我觉得你们俩懂还是挺懂的，至少对方喜欢什么，对方想要什么，对方是个什么人，是吧？对方为什么生气啊？怎么就生气了？生气之后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发脾气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会发脾气？我觉得你们都知道，不是不懂嘛，是不合适。两个不同文化状态下的人，两个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两个对于外界的事物有不同看法的人，如何在一起生活？你们有探讨这样的问题过吗？没有吗？你们老想着啊，你要改变，你要变化，你要我们要一样，一样是不可能的。两个人一定不同，不同的人怎么在一起生活？我们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妥协点？找吗？不找吗？你看你，就是任性，各种每天给他做题，让他证明爱不爱你，有什么可做的？你是不是丢西瓜捡芝麻？你一个遥控器闹半天，是吧？一个什么插座，你今天在台上还说，女主播这个事儿你闹了没？你女朋友本身就做主播的，你不给她刷，你给另一个女主播刷，今天但凡是另一个女主播在这儿，一定给你闹死，对不对？你自己想，你自己也知道做主播有多不容易，要做多少活，要播多少时间，你是不是丢西瓜捡芝麻？你自己想，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说，天天说那个遥控器的事儿。从这件事情上就很简单，你们两个人的相互认同感很低，你们在彼此的眼中并不认为对方是一个很值得的人，你们只是认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哎，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们两个人就一起生活下去。但是如果不觉得对方是一个很值得的人，不觉得对方是一个非常值得爱的人，不觉得对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今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所以真正看问题是看这样的问题，至于磨合期间的所有遇到的那些细节都是可以解决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解决，关键在于你们现在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嘛？你们因为互相不认同，所以解决态度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去想过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唯一想的就是你要不为我改变，你不想为他改变，他也不想为你改变，那不就完了吗？结束了吗？所以说你们今天真正回去要好好想一想的是，
我可以为一个不同的人做到什么程度，他在我心目中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想完了这一点之后，然后再解决问题，好吧，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其实很多人能够走在一起是因为不同而相互吸引，你身上有我没有的，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身上有你没有的，哎，我觉得很有魅力。你们两个还真不是说因为不同就不能走在一起，而是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错位的。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啊，在这段感情中，我倒觉得女生你真的是没有底线，先把自己完全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我这么不愿意和长辈去多交流的一个内向的女生，我鼓起12分的勇气去到她家，还要被她数落，甚至说难听的话，你哪里有底线呢？应该她这么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先去你们家呀，先给你一把底气打足了，让你有信心了，你再去他们家呀。你说你管他胖的事儿，他妈妈是不是都不管呢？都觉得哎，儿子都这么大了，20多岁了，胖瘦自己把握，健康不健康在你自己身上。你替他想的太多了，你也不是他妈呀，想的太多，走得太近，就乱了方寸。我相信你对他是有好感的，但是你真的错误地审视了这段感情。你甚至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主持人问你说你不舍得分开啊，你说是啊，为什么呀？因为他包容我啊。天呀，他哪里包容你啊？有的事情挺包容你，不要，就刚才陆琪老师说的，你只抓那个芝麻不看西瓜。他大的事情上，在你有勇气去见长辈，关心他真正的健康问题，这些大方面你看不到，你只看到的是细的，他可能对你哪里好了一点点，那不是生活的根本。在一起过日子真的是抓大放小，所以你对他的方式其实真的是用力过多，而又太去忽略了他身上的弱点。而男生，你在这段感情中真的太自以为是了，你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一个制高点，对于女朋友对你善意的这种要求你都不放在心上，那你是不是能够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这样走下去？是不是我们的性格真的彼此合适？如果不能，你也放过他，也别勉强自己。好，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肥是要减的，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怎么给对方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几点。第一，在相爱之前，你是你，我是我。在相爱之后，依然你是你，我是我。只不过是在爱情当中，你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那么既然这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因为相爱走在一起才2年，对方身上所存在跟你不同的那些点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和完全适合的人。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合不合适，只有够不够爱。你能举出多少因为不合适没有在一起的例子，我就能举出有多少千差万别相差很远的人最后走到一起的例子。所以合不合适没有唯一的标准，而是关键在于你们够不够爱。第二点，既然我们承认了彼此之间就是有差异的，我们还得承认一点，人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是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的。你不相信你就去看你周围的人，除非是经历过生死和一些起起伏伏的大问题，大部分人这一辈子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有也是细小的调整。所以我们不要去期望对方会有所改变，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第三，既然人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就只有调整，调整自己可以调整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对于男生来说，
你可以调整的那部分，就是第一，人家为你好，你得知好歹。虽然嘴上可以犟不改，但心里得领情。这个可以做调整，这不是改变你的性格。至于那个什么给女主播刷礼物这种事儿，如果你内心深处真的就觉得在做主播这一行自己的女朋友不如别人，你可以坦率地说出来，这可以帮助她提高嘛。而对于女生来说，性格内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不需要去调整自己内向的性格，但你需要调整的是对待她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你明白吗？好吧，就这样。还看女主播了啊？其实我是特别关注这件事儿，我就在想，一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之后，他在那么关注一个女主播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听到的所有事里面，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这就说明，在他内心的世界里面，他有一个沟通对象是那个人，是你更愿意跟那个人去沟通，而不愿意跟身边的这个人沟通。那你说这个事情严不严重吗？在我的价值观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如果你真想要的就是一个大气的、拿得出手的、在你的事业上能帮你的，或者在你的家里能帮你的，显然这位太小家碧玉了。当然，如果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女孩，我觉得没问题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问题严重在于说双方没有找到一条沟通的渠道。你们哪一次争吵是有结果的？全是无果的，呵呵一乐过去了，下次还是这样的事儿，依然去吵。你还有多少耐心去吵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千万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人，也千万不要试图为一个人去改变，因为都做不到。真实的我，真实的呈现给对方，能不能接受，看你的了，供你们参考啊。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刚才听嘉宾点评，我就感觉的确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也不懂得谦让你，所以说我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么多争吵。我觉得我爱你，我就应该去包容你这种性格或者你这种脾气。我希望你给我机会，以后我会慢慢改正过来的，懂得对你谦让，脾气不要那么大。还有以后直播我也不看了。其实吧，说到这个性格方面，其实我是可以慢慢来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性的人。但是我就觉得你在生活中多对我包容一点，不要那么大声的对我说话，不要对我太凶了。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在一起，希望能在一起，因为我习惯有你的日子了。谢谢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对的选择究竟是什么，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湿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时时透水嫩。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喂。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我
特别希望今天的这对年轻人回去之后，真的要从彼此的尊重、互相的理解入手，来调整他们这段关系。好了，来。